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哥。今天我开特斯拉又来到训练场，来拐一下顾客了。这一次也是接受了粉丝的挑战，他说非常喜欢看我去训练场带别人去跳水。哎，真是个奇怪的癖好。这一次呢，出场还是受到了热烈欢迎，枪弹的热烈欢迎，成功的拐到了两个顾客，还有的直接插到我车里边了。陷进我车里边，也成功坐上来了。然而他半路跳车，我就成功拐了两名。这两名应该还没有意识到就将会发生什么，等他们意识到的时候，我已经成功把他们拐到水里边了。然后让我意想不到是，他们竟然在河岸上跳起了舞。当然我不甘示弱，我也赶快跑过去和他们一起跳舞了，顺便表达一下歉意。我这大刺花，说实在，这个舞蹈是我在特效舞里边最喜欢的一个，就是这个衣服很容易穿模，就会显得很奇葩。然后我也把我的衣服给了这个对面这个女孩子，我也准备去抽奖了，特斯拉抽奖，因为这期视频主要是讲是特斯拉抽奖嘛。我就和她说一句拜拜，用手势来表达一个拜拜。她呢也是跳完舞立马也过来。终止的跳舞就过来和我打招呼，也拜拜了。看到这的手势，让我们开始抽奖吧。我还想再抽一辆特斯拉送给我的粉丝呀。正好最近在网上看了很多玄学抽奖视频，过来试一试。但愿我能抽动七颗星，正好可以出三辆特斯拉了。这次呢也是准备了2000元，看能抽动几辆特斯拉。大家祝我好运吧。讲实在的，抽到了四颗星，我觉得我就可以了。但是老马根本不愿意让我充这么点钱就能得到特斯拉，所以说我还要再继续努力了。又300多块钱大洋没有了。老马呀老马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黑心，更新了一次，现在抽特斯拉这么难了。
终于到五金了，单抽出五金花了我接近很多很多钱。老规矩，记得关注三连，我会在评论区送出手册。没想到啊，我连续三次追加才丢我了一星，老马真的是越来越会坑钱。